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个航母烧的，这个顶子应该烧的就全部塌了。哎，这甲板上，甲板上好像还有电灯，电灯光好像还有人啊！哦，还有人啊，这个电灯光，甲板上呢？现在都晚上8:30，将近9点了，烧了5个小时了。那还有人在上面，还有灯光在上面。哦，航空母舰烧出来的，烧出来的航空该烧到倒的，烧到倒的啊！烧了。